王者荣耀 PS4 大高光时刻，但凡有一个失误，将无法13连胜夺冠。2020年 KPL 春季赛已圆满落幕， TS 和成都 AG 鏖战七局，最终 TS 以4-3的比分战胜 AG， 成为新的一支总冠军战队。TS 和 AG 的总决战也被称为工资体系和福娃体系的对决，当然这只是调侃，他们的实力已经是王者峡谷的顶尖代表，尤其是 TS 以13连胜的战绩，一路黑马到底，最终手捧银龙杯。作为最后的决战，在本场比赛中，双方给大家带来了一场战斗不断的视觉盛宴。在比赛中，不论哪支队伍，只要发生一点意外，最终的结局或将改写。下面三月盘点了下 TS 的四大高光时刻，但凡有一个失误，他们或将无法13连胜夺冠。这就是 TS 的四大高光时刻，当然还有很多的精彩时刻。TS 获得这届的总冠军，离不开队伍每个人的努力。双坦边的对决，神人压制 6.6， 阿豆冷静的指挥，天使、暖阳、施九在关键时刻都能站出来为队伍打回，打出节奏，每个人的表现都很亮眼。就是这群人聚集在一起，才在这场龙争虎斗中取得了最终胜利。接下来就是世冠了，让我们期待各支队伍更精彩的表现吧。